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李翰老师。我们现在在哪里嘞？我们在云林县的园长乡，现在是早上七点。你是不是猜到我要干嘛？我想说顺便介绍给各位车友，这真的非常厉害，等一下到了你就知道。 OK GO。 嗨，各位观众到了，超屌的，一定要试试看，这真的超厉害的。 GO。欸，要看看吧，啊，两碗，啊，要加拢的，看吧，这个，两个吗？苦瓜汤，两个，好。然后我要再外带一个红萝卜条，然后带去给他们吃。对对对对，带去给蔡小阳吃，因为他是你的恩师之一。哦，对啊，欸，他真的很会教，欸，他真的超厉害的，欸。我真的对他很佩服，而且他真的很用心在教，感谢啦。这间真的爆炸好吃，真的是爆炸好吃。我不知道大概怎么跟你形容，不用形容，用吃的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用吃的就知道了，超好吃。我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红萝卜。哦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各位包起来啊，看要先点，正常的，好啦。既然是美食嘛，对不对？我就来示范一下，他这个很厉害哦。如果等一下有看他在那边装啊，他先装白饭，白饭装好以后，他会先浇一匙瘦肉，这个是瘦肉，他有一锅专门卤瘦肉，再浇一匙肥肉，有一锅专门卤肥肉的，然后再去控肉那一锅拿控肉出来，控肉那一锅拿控肉出来哦，然后控肉那一锅里面有这个，这叫豆轮。OK， 然后空笼那锅再卤蛋，卤蛋是另外加点，然后再加一个这个，爆炸好吃。它的味道是什么？可以形容给你们。你像云林的盛产什么？不知道，我跟你讲，蒜头，它用蒜，它用很多蒜头下去卤，哦，这蒜香味真的是太恐怖了。马上示范一口给你看 ，OK。让你知道它的强劲的地方。有，我看到蒜头了，被我拉走了，有没有？炖到最后就会这样烂掉，所以它的板很香，有酱油蒜头香，很香。嗯，值得啦！这么早起来吃控肉饭就是值得了哦，真的是超级棒！来，一起吃啊，一起吃啊，快！有点像是有点卤肉饭概念的控肉，对，有点卤肉饭概念的控肉，好好吃哦。好，你要做的。我上次没点到卤蛋，我这次有点到卤蛋。控肉饭加卤蛋。对啊，卤蛋很明显就是卤蛋。好酷啊！我没吃过卤这么透彻的卤蛋。我曾经讲过，我要来跟他拜师学艺。拜师学艺，我回去才会拍一节。这辈子不愁吃穿，真的，他真的太屌了。我只能说他真的太屌了。Lucky， 我们两颗蛋是最后两颗，最后两颗蛋。我怕是最后一份没买到，对不对？这样等下君毅吃不到，是不是？我就跟他讲要买给他吃的，怎么可以让人家吃不到，对不对？这样不是对人家不好意思，跟人家说很好吃，就没买给人家吃。带你去前面看一下。看我一看，这条，哦，水，这条请你的，哦，没头家，没，啊，你没头家啦，哦，没，这条你，好，大家谢谢。
放满了哦。人情味，这就是人情味。人情味，这就是人情味。吉米，你的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哎、欸，要从云林送过去彰化、欸，对不对？屌打彰化的空锅饭。